这里不让停车啊，快走。你这狗叫什么？什么样的人会买一辆沃尔沃呢？不好说，他可能是一个高冷的人，也有可能是一个低调有品位的人。那什么样的人会买一辆沃尔沃 XC90 呢？那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，他一定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有钱人，相当有钱。说沃尔沃 X90 买音响送车呢，多多少少有一点点的夸张了。不过呢，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两个事情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宝华韦静永远地神。是谁？太唔太多啊？在撩动琴弦。你这样防护啥类型？没有宝华韦静的沃尔沃 X90 呢，就像是换了 BGM 的乔帮主。是他，是他，是他，就是他，我们的朋友小暖章。可能还是很厉害，但就是没那味儿。第二点呢，就是沃尔沃 XC90 的动力系统很一般啊，倒不是说这个 2.0T 动力比较的弱，而是同级别动不动就 3.0T 的 V6 你这拿不出手啊，气势上已经输了，而且这个级别的中大型 SUV 你比加速没什么意义啊。动力这个东西更多的还是茶余饭后的一个谈资。即便这台车优惠已经有10万块左右啊，但是呢，这一台 B6 智逸豪华版落地仍然超过了60万。60多万在当今的一个汽车市场上能买到什么样的车呢？两辆奥迪 A4L， 或者说一辆宝马5系，加上一个小蚂蚁，甚至于你少选一点配置的话，保时捷 Macan 也是能拿下的。放弃保时捷，花60多万买一辆二线豪华品牌的 2.0T 四缸 SUV， 这就好比啊一个8分的美女放弃富二代男友，选择跟我在一起是一个意思，总有那么一点让人费解。它一定很大吧？其实也没有。沃尔沃 C90 呢，车长近5米，轴距近3米，作为一辆7座中型 SUV， 第二排中规中矩，第三排相形见绌，和绝大多数7座 SUV 一样，第三排两个座椅呢，突出的就是一个随意。如果有一天你坐到了这个位置呢，你应该要好好反思一下你的家庭地位了。那它一定很有实力。好像也没有。这辆车呢，2.0T 的四缸机加上一个8AT 的一个变速箱，虽然呢机油很足，大部分时候动力很富裕，0/10呢也能做到7秒出头，但是还是那句话，同级别动不动就是什么 3.0T V6 加 9AT 10AT， 你这个有点拿不出手。这个时候很细的网友就要说了啊，难道48伏轻混没有用吗？高情商。理论上来说呢，可以在启停以及低速的情况下提供更好的一个驾驶感受，同时兼顾省油。低情商。实际卵用没有。那他到底有啥呀？凭什么美女会喜欢他呀？因为好男人就是我，我就是沃尔沃 XC90。好，哎呀，有钱人买车，你得分析一下他们的消费心理啊。对于有钱人来说，人世间最痛苦的事是什么呀？人死了，钱没花了。所以买车呢，安全就是第一位的。而沃尔沃呢，主打的就是安全。即便是入门版本的 XC90 的话，它的主被动安全配置也是拉满的。正所谓一车保后代，车没了，人还在。Oh yeah。其次呢，要有气场。如果说 S90 是一个西装革履的社会精英的话，那么沃尔沃 XC90 的话，给你的感觉就好像西装外表下有一身腱子肉的运动员啊，给你一种莫名的安全感，氛围感很绝。最后呢，要兼顾家庭的需求。这辆车前排座椅呢，支持多项角度的一个电动调节，让两个人能够找到一个非常舒服的姿势和角度，坐得很舒服。第三排座椅呢，可以纯平放倒，实用性很好，让5个人出行的时候呢，也可以钻得很轻松。不过呢，这辆车的槽点也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完的。比如说，这辆车虽然只开了20000多公里，但是呢，它的一个无线充电的面板已经是用不了的。另外呢，这个车的表显油耗12.6升，相较来说还是比较高的。温馨提示：这是一辆60多万的车，方向盘四项调节，手动的，电动的不安全嘛。后排配置的话不多。中间就只有一个杯架呀，为了安全起见嘛，它这个座椅啊还可以设成一个儿童座啊，当然了，这里呢还有一个手动的遮阳帘，这也是为了安全起见啊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大家都吐槽了这一套内饰了，我觉得这一套内饰啊应该能称得上50万以上车型最朴素前3名，还好有个水晶挡吧。这 UI 设计也太丑了吧。有 CarPlay 嘛，它注重的是一个实用性。
我编不下去了。最近啊，体验沃尔沃比较多，给我的感觉呢，大多很类似啊，就是开起来很好开，然后呢，级别自动驾驶辅助呢也很好用。但是你要真说找出它有哪些亮点的话，好像也没有。宝华伟健确实是 XC90 的一个灵魂，但不得不提的是，它在非沥青路面下的一个隔音水平非常一般。那除了声音，还有其他亮点吗？它是进口车。还有呢？没有了。沃尔沃这个品牌呢，它主打的就是安全和环保，和什么科技豪华啊关系不大啊。它就像是直播间里面的素颜美女，岁月静好，不过分妖娆，不搔首弄姿，默默等待有缘人的打赏。当然了，直播有风险，打赏需谨慎。以上所有观点均代表个人立场，仅供参考。如有不同意见，来打我，笨蛋。